叔叔。计程车司机伯以及退休单亲父亲海，即使大半生受尽传统社会的规范与约束，两人仍对多年来努力建立的家庭为荣。不过，两人没料到能在人生的最后这段路上与彼此邂逅，而伯与海迟来的相遇，也翻搅起两人尘封心底的爱欲。面对爱情诱惑与社会道德价值的拉扯，内心原始欲望跟社会传统幸福家庭的抉择，两人究竟要回归最原始的自己？还是重返风平浪静的生活，继续守护社会价值观所认可的美好家庭呢？